据香港媒体报道，蒋佳敏、李豪、李善等演员参加《三 D 好心王》录影，而16日晚由刘丹担任评判。虽在《爱回家》里跟蒋佳敏合作这么久，但丹爷说自己绝不偏心，更笑称自己为人公正无私，别号刘青天。儿子刘恺威与媳妇杨幂长期在内地工作，照顾孙女小糯米的重任就落在丹爷身上了。但爷爷当然开心大于辛苦，一谈到小糯米都开心到差点忘记讲话了。即使前阵子被杂志拍到小糯米真身，丹爷也是笑着回应，他又不是什么见不得光，他们跟得这么辛苦拍到就给他们咯。虽然天天带着小糯米，但丹爷就说他还是看到父母比较开心，毕竟就是血浓于水嘛。丹爷又透露，阿威和杨幂在父亲节将会回港一起度过，他说怎么庆祝就交给阿威安排了，最重要就是一家人在一起，